29公斤，但是店长最近才3年没来，他跟我说他是3年不能回来，因为他曾经瘦到29公斤，有时候这个东西你靠你说的去马上把它抽，把它至少给修复出来，到后来会死亡啊什么。第一名截过头的病患是29岁的蔡小姐，结婚2年始终不孕，医师发现已经停经半年多。如果说她太瘦，她的一二四 D 循环功能是没有办法来宫颈排卵，她的卵子永远是不成熟的，永远是在卵巢里面，所以就会排卵。如果她瘦，没有月经，也会导致不孕症。过度减重影响内分泌运作，干扰排卵，甚至不孕。一旦变成精神性厌食症，可能造成器官衰竭死亡。医师说，健康比自以为是的外貌重要多了。大爱新闻张哲仁、廖康辉、彰化报道。